好，这一题，这是一个菱形 ABC 柱跟正方形的重叠情形。那 E 点在 C 柱线段上，那角 A 是60度。好，题目说角 A 是60度，再来 AB 线段是7公分，GE 线段叫做4公分，HE 线段叫做5公分。记得它是一个正方形，EFGH 是个正方形。那我要求 HEDI 的面积，我会怎么算呢？因为这是60度。所以这个地方它叫做120度，所以当我把它连下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一个小角就会叫做60度、90，当然这叫30度。好，90度对过来是4公分，那30度对过来当然会叫做2公分，那60度对下来会叫做2根号3。所以我说，全部的 HI，这里我先叫做 O 点好了。HIOE 的面积叫做5乘上2根号3，去减掉，那这个小的三角形叫底层高，2根号3乘上2除以2，所以答案就会得到8倍的根号3。哦，36就很好用。